大宝啊，哎，老板，老乡送走了？嗯，送走了，刚送走。不请假了？不请假，不请假了。你快一点炒菜去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小桃，你和芳芳怎么样了？说什么你？哎呦，还羞了哎！哟，大宝，你怎么没穿你那小骚背心啊？勒得慌呀！一轮烧就破了，我穿那破玩意干嘛？哎，那你那小骚皮鞋呢？哎，还是咱这双旧的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谁不知道体面好？和体面受罪呀、啊！大宝，你就永远留在这儿了。不是，人不得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吗？我不喜欢这里，我的好日子在家里，不在这个城里。咱们刚来的时候怎么说的？是不是挣两年钱？回到家盖房子结婚生孩子。我知道你反悔了是吧？我就知道你会反悔的。你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？你好虚荣，好享受，眼里只有钱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哪里好虚荣啊？我只不过想在城里租个房子留在城里而已啊。你永远不会有那天的。为什么？这世界很酷。